今日到嚟參加金禧慶典嘅咧，一共有八位。咁呢八位同學咧，就係我哋甄社傑出人才嘅縮影。咁佢哋離開大學之後咧，就秉承呢個培正校訓、至善至正嘅精神，喺唔同嘅領域發揮個人嘅專長嚟回饋社會。呢八位同學之中咧，就有一位係皮膚科醫生，有一位係腫瘤科嘅醫生。仲有呢個高科技公司嘅創辦人，退休之後咧就投身教育，而家係南灣一所中文學校嘅校長。咁我哋亦都有一位資深工程師，有一位精通中國書畫嘅藝術家。咁呢位同學咧就更加被邀請喺11月到香港嚟講學嘅。仲有一位咧就係身兼兩職嘅同學，除咗一個係一個資深嘅圖書館管理員之外咧，咁佢。錢金珠同學咧，附帶講一下咧，就係我哋中學時代嘅中文老師冼文理先生嘅女工姐姐。第六位係嚟自南灣嘅汪大勇同學。第七位係嚟自南灣嘅梁金利同學。第八位咧就係我啦，我係嚟自中國隊嘅陳真雄同學，多謝各位寶貴嘅時間。你唔識唔做啊？而家。